我認為女士在工地上工作其實最重要的就是努力和堅持，沒有人想見到地盤有意外發生的。 我們不是見到一宗意外發生了，然後就有一些改善的措施。 我們是要plan ahead， 我們是要減低意外發生的可能性。 在地盤上，其實環境每一天都在變， 我們每一天團隊都會面對很多不同的新挑戰。只要我們一起去解決到一些問題， 或者是去處理到一些突發的事件， 其實我們都會從中得到很大的成功感。 其實要有一種堅持的信念，怎樣都一定要做到。我每天上班就會跟師傅做八段錦，以及一些開工前的 briefing， 讓他清楚了解到今天工序是要做些什麼，有些什麼安全的事項要做。始終地盤就不是自己一個人做事的，是 有幾班人、幾個團隊去做，他們都要清楚附近有什麼工作，避免一些意外的發生。首先會花很多時間落去地盤去跟工友、科文去溝通，亦都去觀察每個不同的工序裡面的一些細節的位置，之後就嘗試去處理不同工地上面的安全事。接下來我希望繼續帶動安全的文化， 提高他們在安全上意識的水平。另外都會有新力軍的加入，我會繼續去傳授安全的知識給他們，去達至零傷害的目標。地盤是日曬雨淋和辛苦的，其實男性和女性都是一樣。如果一個女仔是本身她有個專業，而且她都是會喜歡面對新挑戰，想證明自己的能力的話，我鼓勵她加入這個建造行業。